车上坐着啥？喝饮料。哦。对面了我。刚才打了两枪有一个。就一个了吧？我跟他们先。啊！我这啥子都不知道。打伤了。 倒了，给他弄了！哎，我操！来，这不是我的，我操！还没救，夹红毡房开始走了。夹红毡房还有？有病啊！ 好了，我再捡块芝麻子弹。打药呢？hold不住了我。厕所破两个，厕所破两个。打你了！厕所！这他妈打我一枪头啊！ 哦，一米，操，四个助攻。有没有车？哥们，我看看。有人离开当前平台。下位车倒了。OK， 就这样，三四个人别下去了，反正你也跳不下去。 有权限，对不对？他妈没人！我操，兄弟，他趴着呢，移民憋死！二彪他过不来，移民快！挂打两枪。右边有个兄弟，挂倒了，挂倒了。右边有个兄弟。 哎，哼，兄弟，我打残他了，他一个预判雷，提前给我炸倒了，他头飞了。